海边稍微前仰。 因为毕竟现在野生种群的数量呢还是比较非常稀少的，那么我们希望通过这个放流呢，对它的这个整个种群形成一个全方位的一个补充，那么也希望它能够尽快的这个放流鱼呢，尽快的加入到这个繁殖群体。我们很少有机会就是能看到这么多中华鲟鱼，然后包括是放它们回家呀，我的家也在长江边，就是都有一份责任来保护我们身边的生态环境。